我们可以看到河中的六只以下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。这应该叫古顶鸡，白古顶鸡。这个应该双青。你看小鸡，它这个头是橙色的。啊，有四只小鸡，它们那个巢呢是筑在那个，就是河中间的，很牛。它不知道用什么浮力把这个巢搭建起来，可能用树枝什么的。这四只小鸡很少能够完全长大成成鸟。如果两只成鸟就完成它们的繁殖任务了，代鸡更替就有了。四只小鸡，哈哈，生命真的神奇，感谢主。拍到这里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潘露。今天是国王节，所以出去上街浪一会儿，浪一圈，骑到市中心去看一看人群。那我刚刚做完中英的清音的通商站着，所以嗓子还是有点吃不消，因为两个多小时，我路上就少讲一点，主要是拍一些场景来大家看看。今天是4月7日，也就是一年一度的国王节，就是现任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生日。我放假一天，我呢去市中心，客气去走了他头半天，去人多的地方去拍一拍，拍一圈就回来了。国旗跟那个国王旗都挂在外面，你看那边一排都是国旗。外面都挂了国旗。他这边从小学也没有天天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太冷了，马上4月29号又是荷兰解放日，5月份又是欧战，5月2日是欧战胜利纪念日，那挂着意大利国旗，意大利赢了，那个橙色的就国王旗，橙色是奥兰奇家族，奥兰奇家族领导荷兰独立战争。没几个人，
黑也太夸张了，自行车就是一个音乐台，好呢，哎，
林小黄人。老黑一看就是最壮的，白人位于中间。
还很多。这还有游人呢。那个就是中心区域，还可以进入。可以进，我也不进了，全是人，有什么好拍的？还行。我拍这段给大家看。
老外的生活压力没这么大，因为他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比较少，穷人也有兜底的，富人也热于奉献。他这个社会就因为宗教改革，因为加尔文的传教，其实今天是狂欢节。